人过滤，在你头上暴扣 No fly， 我根本不是爱豆。稍等，老乡哦，稍等，哥你先退会儿。你大哪里开头了？来，走。从2008年喜欢你到现在，部剧，然后每一首歌我都有看。我希望能够获得这一次的过你这个节目，所以我非常的激动。能够给我一个机会，给你近距离的接触。有很多警察叔叔，我跟你讲。要求不过分，握个手，拥个抱都可以。再见到你的话，我一定跟你。好，一会能看到。关注圈教主，娱乐可以有温度哦。